曾荣获国际曼城认证的苗栗三义乡，为了打造魅力遗址观光新亮点，规划设计了全台首创的轨道自行车 Real Bike 开始试营运喽。全长来回12公里，目前起点为圣心车站，沿途经过2号隧道、龙腾断桥与3至6号隧道群，沿途景色风光明媚，将山城之美一网打尽。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文化资产活化再利用，最主要古迹不破坏为最大原则。我们不在铁轨上面做任何的破坏以及任何的设施，我们研发了自体回转功能，车子可以在铁轨上面自体回转，这样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创举，也拿到20年的发明奖。目前 Real Bike 一台最多可乘坐4人，每个座位都配有安全带，每台车上都有安装 GPS 导航系统导览解说，采用电力辅助行驶之外，也有采用人力踩踏的方式节省电力。随着 Real Bike 回到车站，就会开始进行充电，随时让 Real Bike 保持电力不中断。听完了解说之后，是不是很想立刻前往搭乘体验呢？别急别急，目前 Real Bike 部分先以三义乡民以及指定的观光旅宿业者的免费搭乘体验，到时候会以网络订票为主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